会，如果你们还想听的话，当然想听啦。那现场还有人说，你可以现场唱一下一小段吗？一小段、哦、有可能吗？你看，超想听，我想听，超人想听，想听，看你看你，我们因为你知道刚刚有播过 MV 给大家听过啊，所以说对，唱念你，那是我的歌哎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念你风格的郭靖版嘛。嗯，有吗？有想说可以吗？啊、那就唱一下下好了。哦，一下下，好，那就清唱一小段哦。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，你听不见我的心在喧哗，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，是善体人意还是傻瓜？呵，哇，鼓掌！现场我们最喜欢你鼓掌，哇，超好听，你看全部人都说赞，非常非常就要清唱，非常的好。为什么要讲台语？就是一种那种真诚的个性的流露。刚刚说很喜欢韩流，很多人也都很关心，说明天会去听演唱。